野球 TV Sky。好，我是蝴蝶痴心国宏，陈明堂哥建堂，今天很欢迎我们的豹子队常勇教练。哇，刚刚真的受教了，受教了，有学到东西，有学到东西。对，所以这一集我们就直接用。对，直接。刚刚我们已经被教练训练过了，那我们就来直接打击挑战。对，今天的话我就不参与，你就直接跟常勇挑战 PK。有的。对，直接 PK， 没问题的。那我今天还要再特别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手上拿的这个 Tartar 的棒子。我们拿到这个棒子之后，感觉哦非常有荣幸，因为现在是林永宇在用的。对对，我们现在拍片的时候，他已经推到六场了。哦，看能不能推到第七场、第八场、八场。哦，把他就拿这个棒子哦。对，我拿到这个棒子之后，觉得哦，我好像还蛮顺手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好像也可以打到个七八场安打。哦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啊。顺手的，不会，我觉得 Sasaki 也不错。对，豹子腿这一次也不错。为什么要互相伤害？游戏说明之前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好不好？不要看了影片不订阅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拍片的动力，好不好？不然我会生气哦。游戏规则就是后面的板子直接打，好，打到同队的扣分，对，好，打到敌队的，就加分，对，好，那这边是一分板，我觉得一分板有两个，总共四个，好，正负分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现在介绍加分板，好，来两分板，哎，这是我啦，不好意思，哎，痴心蝴蝶，对，这是我觉得他会生气，哎，照片是你选的。哦，草爷，哦，您常勇打到草爷就扣分了哦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也是我打到我队的同队的扣分，我打到国宏也是扣分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就限时三分钟，好，我来抛球，好，我就抛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对的，好来计分，然后看谁打击技巧好，这样 OK 吗？你们是谁挑这照片？哎，这个是我挑的啦，我家大哥哎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草爷这张照片蛮可爱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坦白讲他蛮可爱，所以我才选这张。有肌肉，有大鸡鸡，有腰身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对，哎，说真的，草爷裸体不难看哎。你怎么知道裸体？没有，我是说裸上半身。常勇打你就好了。好 ，OK OK， 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那我讲，那也不用多说啦，直接比赛开始可以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我讲直接就是由常勇教练直接开始。好吧，我们就选择后攻。准备好了没？好热啊！限时三分钟，预备，开始。哦，没那么好打哦。哎呀，哦，这打完我就会很累。哦，差点，差点，差点。休息可以跟我讲哦。哎，我们要聊个天吗？哎呦，差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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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建堂，一分，一分，一分，分，来。哦哦哦，有种啊，朝着我打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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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一分钟过了哦，一分钟过了，对，哎，球会不够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专业哇，他连打哎哈，哎呦，他在接近一分钟的时候打到我的脸了。一分半，加油！哦，差点！哎呀！哦，差点扣分哦！哎呦，好准哦！哎呦，你都在瞄我呢哦！啊？你可以瞄国宏啊！好，一分钟，哎，这个时间继续哦。暂好，没有时间继续。暂停，没有时间暂停。好，有，好，暂停。暂停，你还有五十秒。回到春训的感觉。哎，不要说我没有按哦，你看他还有五十秒的休息时间。哎，重点是他已经有一分哎。
才能这样子连打哎、欸。对哦。六停哎、欸。他是连打哎、欸，待会我应该也我会有策略。对。我不是累，我是因为手会。那你要不要带打击手啦？不用，剩五十秒而已。哎，五十秒带了，搞不好就好算了。好，你不要带就算了，也好。好，来来来，预备，来，开始。哎、欸，他知道我在浪费他的时间。哎呦！哦哦，被扣分了哦，他打到草爷，扣两分回去，剩一分啊！好累哦！打过职业的就是不一样，你看他耐力多好，连打三分钟。哦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！最后一颗，来，最后一颗！哦！三分，三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没有，还是有最后一颗，可以，最后一颗，可以，可以。还有，教练啊，嗯，连打三分钟啊，单呐，而且在最后一颗的时候。又打到两分，我前面都会让，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哦，你很认真呢，你很认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认真呢。有吗？有啊。还好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没有处罚啦，因为我没有想到说他是连续抛。嗯。他是连续抛，那我就打了。对，你刚刚有一个打到草爷，所以被扣了两分。对，故意的。我知道，在最后一秒的时候，你打到国红，分数就加回来了。回来。对，我惨嘛，哇，我带你们打遍。不会，这其实他还是有一点小技巧。对，我到最后他左打掌握到，所以这个也要有技巧，对不对？一点点，一点点哦。好，那等一下就换我了啊、哦，我一定不会连打的。好，你试试看嘛。纯粹就是单挑了。唐唐打起手套戴起来了。戴起来啊！没有处罚哦。要处罚是不是？没有处罚，什么叫单挑？好啦，要处罚也是可以啦。怎么样？又要再爬一圈是不是？那你要什么处罚啊？我们现在增加处罚，就是一杯红茶一口气喝完。对啊。好，你现在三分嘛。好，换我。好，来。OK。三二一，开始。算负一，哎呦，有准有准，好腰，这是他刚滚地球打到，然后他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扣分，阿唐，阿唐，勉励妻儿乐队，哎，我抛球也很累，我干，哎，居然都打自己啊。我刚刚也这样，你有一次暂停机会哦，再暂停一次啊，你不行，没有没有关系，不暂停啊，没有很会漂亮，暂停，哎，暂停，几分钟，剩下两分钟，两分钟，你只打了一分钟就停下来，他是职业，我不是啊，好累哦。我现在知道你的感觉了，是没那么简单。哎、欸，他刚刚脸是有扭曲哦，可是他一直打下去哦，而且他是几乎剩一分钟才暂停的呢，你还不暂停？你还一分钟？我是想说有暂停要用，我会不暂停，信不信？啊？信不信？讲不出话了吗？对对对，讲不出话。我想哦，再休息一下。哎、欸，休息没有限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我要不要帮你拿个板凳，还是拿个饮料过来？还是我们先喝？好，直接开始。还有几分钟？两分。还有两分钟，来哦。来，预备。三二一，开始。
有。哎呦，有点丢脸哎。哦，中了，有吗？中我。负二。没有，哎，很累。打到我，打到你哦，扣分了，他可能超烂的。然后最后一分钟了，打到我要分数了。哎，差点。我觉得他快死掉了。没力了啦。然后最后20秒。我也快没力了。最后球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最后球要不要？要，对，好，来，准备哦，深呼吸，预备，预备，来喽！他现在几分？-3。-3。对。你这球我打到我们的人，就算我刚几分3分嘛。对。就算6分。就算6分。这一次打到我们的人。好，直接加注喽，直接加注哦。好，预备。打不到了，哦，好累哦，还好没有说5分钟。这个计划是你自己想，那你自己累成像这样，刚才说5分钟。我一开始哦，本来想说应该不会这么累，你知道吗？本来其实我们是计划10分钟。厉害。我想说，常勇是 pro 的，10分钟应该没有问题。没有，我是可以的。谢谢。对，没有。我有打一手到10分钟，我可以。那现在要加赛10分钟，是不是？来啊！来是不是？来啊！来是不是？来啦！我不要啦，怎样？我跟你讲，真的很累。对，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我抛球也很累啊。你等一下想要试试看吗？我不要。啊！我不要。我觉得好累哦。好，真的很累哦。那你要在台中住一晚，明天再回去。好，那今天就到那个草爷的那个含羞草日记总部那边去住一晚。好，我们其实做任何计划，其实只是想告诉，除了趣味之外啊，也想知道，其实，在打击技巧上啊，有一定的难度啦。对，你看 Pro 的。他其实算，你看，虽然是正负正，可是他其实有打到3次嘛，对，打到3次，你只打到2次，嗯，对。可是我们的目标就是，我们都是有目标的在攻击，对，我们是有目标的在攻击，而且这个是有技巧的，你要用棒头，你要去控制你的棒头，对，去掌握棒头，让球飞到你想飞的距的位置，嗯，其实这个难度是蛮高的，没错，因为不是嘴巴讲一讲就，对，好了，今天谢谢豹子腿，谢谢长勇教练，那还是希望大家能订阅我们的。频道，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然后订阅野球 TV， 去订阅豹子腿方长勇，然后含羞草日记也赶快订阅，赶快让它破百。对，希望有一天士兵队能够跟含羞草来个友谊赛。哦，对，好，可以安排一下。那我们就一起结尾啦。好了，野球 TV，skate， 哦，就甜的，哪甜呐？他在干什么？我刚输了啊！我知道啊。对啊，那一口气喝完，你为什么没有一口气喝完？没有关系啦，反正方长远没有看到。赖皮就对。啊，我就是赖。怎样？说真的，你们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托，一定要订阅，知道吗？不要每次看完都不订阅，好不好？